致命病毒扩散，纽约全面沦陷，你将是人类最后希望。我们就是全境封锁特工。
都没有明白。需要将我在一个故作击败，但另一个置身事外，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，也多扣几拍，他们说的失败就苦苦等待，我还也不愿表白，现在这样看来会太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时刻一百，伴随我这样好吗？虽然不大，你却还谈不上牵挂，也不要录人家的对话，可以摆弄头发，伴随你这样好吗？别说不大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？话题都关于他，无伤风雅，谁爱他？可我想的是还没明白怎么最自在，怎么样算是爱，是否是穿刺的解答，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，为何开口表白，不是更改，是两伤害，一个不得不爱，另一个置身事外，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，也多扣几拍，他们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，我还也不愿表白，现在这样看来岂会太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时刻一百，伴随我这样好吗？虽然不大，目前还谈不上牵挂，也不要录人家的对话，可以摆弄头发，伴随你这样好吗？别说不答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？话题都关于他，无伤风雅，谁爱他？跟我相爱谁都不答。